周董东京头环背带，昆凌伴游当笑席。周董真的好宠昆凌哦，因为昆凌都有乖乖听话、嘴巴超紧、懂的低调。不知道，不清楚。马赛搂肩照曝光之后，今天有读者爆料，在东京目睹周董带阿布、叶惠美、昆凌一起逛街，但周董刻意和昆凌隔很开，读者只拍到叶惠美和周董的背影。真的是，哎呦，早就想再勾一次喽。读者说有看到昆凌，但怕周董被送，没有跑到前面去拍。他当了10分钟的狗仔队，但周董和昆凌不走在一起，刻意避开。回想起2005年，周董和侯佩岑也是在东京勾脖子被拍，所以这回和昆凌一定也是小心翼翼，只能神交喽。周董两次带妈妈出游都有昆凌陪着，叶惠美上教堂也要昆凌陪，更能确定周家准媳妇地位。昆凌经纪人说，他只是跟朋友去度假，等于默认昆凌在场。经纪人不小心说溜嘴，想必昆凌哪天有活动再被追问，他一定又说：哈哈，人家不知道啦。周董不回应私人问题，再按照和他过招经验得知，他一定想说：哎呦，拍到对面再说。苹果的新闻总有一天脏到你不懂。